其实这个比赛真的很好玩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我本来是想说是对身材比较好的球队啊，结果好险没有对他们啊，不然我们打到后面都抽筋啊，所以我们拿到冠军还真的很开心这样。就防护员非常好，因为其实这样连续几天打下来，好多时候都会快要抽筋啊，或者肌肉很疲劳的时候，但是就有防护员在那边急救，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。这一次参加比赛这种赛制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，跟我们平常在打球很像，所以这种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，就是大家就是努力的打每一场比赛，那这样的话相对精彩度也会很好看。台北现在最强的是我们啊，你们把屁股洗干净等我啊。但我觉得接球真的太有意思了，今天他们打，哇，那个连续一直，那个体力真的不得了，四个人要轮番上阵打好几队，我觉得今天我们来体验感受一下这里的氛围是很棒，这样的一个互动让我可以跟很多接球的一些高手一起斗牛，然后让自己不会自视甚高，然后不求进步，真好。当然在这边呢，除了前两天下雨之外，当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就风平浪静，雨也停了，大家打起来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场地。本来我怕地滑，结果后来打起来，还 OK， 还可以，还蛮不错的，让我能够发挥一下切入的功能。对。